上市见面啦，所以请大家届时可以多多指教。那今天呢，马上开始我们的准决赛了，也邀请到了专业的蔡明来为大家做后续相关比赛的播报。所以呢，借助各位的掌声，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两位特别嘉宾，有请我们八十体育台的郭前伟成，以及我们的赛车女神安小霞。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个自我号称台版安乔拉宝贝的安小乔，哎，你好，你好，对，是，哇，那今天我们阵容很大哎，阵容非常的坚强，而且其实小乔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就算是一个惊喜。说到惊喜的部分，我们一开始也有惊喜要带给现场朋友，大家是不知道这款游戏啊的制作人是谁？是谁？是山内一野先生，今天山内一野先生。没有来到现场，没有关系。可是这个山内先生呢，对于台湾所有的玩家以及这款游戏的支持者是非常非常在乎的。所以尽管他人呢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他还是特别呢录制了一段 VCR， 我们来听听看，不要被我打扰。フレンズのチャンサマーフェスにお越しの皆さん、グランツリスモプロデューサー山内克美です。先日いよいよグランツリスモスポーツの発売日を発表しました。10月17日にアジアでグランツリスモスポーツが発売になります。このグランツリスモスポーツはおよそ20年前に僕らが車を愛する全ての人へということで作り始めたグランツリスモシリーズの最新作になります。そしてプレイステーション4で初めてリリースするグランツリスモでもあります。グランツリスモスポーツではこれまで以上に初めてレースゲームをプレイされる方、あるいは初めて車のステアリングを握る方、そういう方々に向けて作りました。ですから、これまでのグランツリスモのファンの皆さんはもちろんなんですが、車を乗ってみたいとか、レースゲームをプレイしてみたいとか、あるいはグランツリスモは初めてという方にも楽しんでいただける、そういう作品にな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このプレイステーション4に対応したグランツリスモスポーツは、最新の HDR、ハイダイナミックレンジの表現であるとか、あるいは 4K、最新の PP に対応しています。そしてそのグラフィックスというのはおそらくグランツリスモでしか体験できないものだと思います。これまで同様、車あるいは美しいコースの作り取りも徹底的に行っていますので、本当に最新のグランツリスモというのはどれだけのクオリティ、どれだけのパワーを持っているかというのをぜひ皆さんに体験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もう間もなくグランツリスモスポーツが発売になります。皆さんの元で最新のグランツリスモを体験していただける日が間もなくになります。僕も皆さんからのグランツリスモスポーツを遊んでいただいた感想であるとか、遊んでいただいた反動であるとか、そういったフィードバックが来る日がとても待ち遠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包括就是现在到内地去比那种很畸形的那种路啊 ，rally 赛啊，像台风，对，像台风天那种赛，其实赛车就是真的，你知道吗？就是有场地的限制，年龄的限制，然后还有天气的限制，对，对，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下雨要换雨胎啊，天气好了又马上要换回什么半热熔啊，天气更好要换回全熔啊。所以还要后勤团队随时在旁边 stand by 啊，那些都是需要钱的。对，讲到这个重点，因为说
对于这个赛车运动来说，尽管大家喜欢，但是也不一定有这个口袋可以支援你。所以透过这款游戏，詹烈先生对这款游戏啊，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心力。重点两个字，拟真。在这一款的游戏当中啊，比起过去，包括在 quality 啊，以及拟真度呢，都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当高的一个阶段。包括整个赛道啊、风景啊、仪表板啊、整个车的外形啊，几乎就跟真的赛车一样。是跟车，比如说现在我们实际在跑的车子，它基本上游戏里面呢展现它车子的那个呢，就跟你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模一样的性能啊、它在现实生活中大概极限到哪里，它过弯到哪里，它的车转向到哪里，我大概只有去试完了一次，我就觉得一模一样哎。哦，原来有操练过哦。我一定要练一下，我不会打电动哦，所以今天冠军要让我一下，我不会打电动。今天小乔这个最后我们这个比赛的冠军要跟小乔 PK， 紧张了，他比你们更紧张。我很紧张，因为我不会打电动，所以我先去练了一下。但是我发现说选车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太拟真了。对，讲到选车的部分，在这款游戏当中有相当多的车款，超过了150款车款。它不只是从我们一般我们现在大家在路上可以看到的一些跑超跑啊、还有一些概念车，还有一些我们已经上赛道的一些赛车，基本上在里面都收入在里面的，所以我说选车非常的重要。是，那你在偷练的时候你选了哪一款你最喜欢的车？我选了 Porsche GT3 Porsche GT3、待会你是要选这辆吗？对，当然真的哈、所以大概参赛者有点底，如果不小心夺冠，不要跟我可以解决，不要跟我选同辆，拜托。其实啊，除了车子以外，这边的这个游戏里面呢，也收纳了非常多的赛道，包括像是 NASCAR 这种椭圆形的赛道，那包括到今天早上去户外赛的时候有这种街道赛，甚至泥泞的这个比赛环境啊，雨天的比赛环境，这款游戏都可以帮你覆摸你，所以挑战真的是非常大。对，而且非常好的是，就是在跑车浪漫旅，真的是浪漫旅，因为你不用换胎。雨天的时候，你只需要按几个按键，你就可以达到换胎的目的。所以我觉得我玩了之后，其实我自己也很上瘾哦。那天不小心很激动的，一直把方向盘拔下来。对，感情今天是你的心路历程的呈现。对，所以。今天会努力的。OK， 说到努力的部分，在今天早上啊，这个会外赛就已经非常非常激烈了。决选出8名的选手，然后要来这个争取奖品。我到达的时候，我有听到他们的描述，其实我一直在冒冷汗，我在里面好惶恐啊！我心想说，是里面冷气没开开？不是，是哇，心想说哇，大家都这么厉害，天哪！我等一下。等一下怎么办啊我？好，太好了，刷来看。对。我说到这个部分，刚刚我们就提到，先有8强，我们进入到8强的时候呢，所有的参赛者有福音，然后我现在要来公布这个你们的奖品。对。进入到8强的时候，我们旁边是不是有修过耶？有吗？在旁边已经 stand by。进到8强的时候，会得到 PlayStation Gear 所推出的水墨吸染风的 T 恤一件，是不是要？要拿出来，我们给我们修过一个掌声，好不好？修哥，就是这件 T 恤，非常漂亮，就是晋级8强就可以拿到的奖品，感谢修哥，谢谢。是很独特的哦。害羞，害羞。好，那进入到4强之后呢，会有什么呢？会得到 PlayStation Plus 12个月的会籍，还有无线控制器造型的抱枕。来，这次我们一下有2位修哥也来到舞台上了。抢先换车，注意一下，还是你的进入4强的选手了，还有这个12月的会籍哈。好，那最后的会籍，我好想要，天哪！你想要吗？我好想要。待会想办法解决选手。那最后呢，冠军啊，大家，我刚接收到一个新的资讯，这个奖品不是一人一件，就是如果你到4强的话，你可以拿到4强或8强的奖品。对，这方冠军呢？拿到冠军可以拿到4强跟8强的奖品，所以可以拿到所有的奖品，非常爽。好，冠军，然后我们要来揭晓了。
拿到冠军的选手可以得到 PS4 Pro 一台，以及刚刚所看到的秋柜所呈现的所有的奖品，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哇，好，值超过万元的 PS4 Pro， 天哪！我赢第一名，我自己下来补就好了。我赢第一名，你不能比我，我赢我可以把它带走吗？啊，我赢我可以把它带走。这个主办单位，这个小弟没有问。我没有打过电动，真的，我很弱。OK， 待会我帮你瞧一下好不好？没有，我重点啊，重点来了，还是得摆在这个比赛当中。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在今天呢，我们从32强一路决选到这个舞台，我们前方这8位选手是进入到前8强的名单。从排名啊，第一名的成绩一路排到第8，我们是1357分为一组，2468分为一组。那第一组的这个每一组呢，我们决选出前2名。进到赛制呢，跟会外赛就蛮接近的，就是你要想尽办法冲到前2名，该怎么杀就怎么杀。但是刚刚我相信呢，这个场边的这个主办单位也说了，我们要用的非常这个和平理性、尽量干净的方式来面对这场比赛。运动家的精神。对，你过去在比赛中有没有遇到这种，就是还是那么凶狠？有，你真的正式上赛道的时候呢，我们有技巧性的顶撞。技巧性的顶撞，是的，是交给我给他。没有，我是说那个技巧性是真的，就是不露痕迹，但是就是我们要有运动家的精神，好吗？不管是在场上，还是等一下下了场后之外，对，这种就像在篮球场上技巧性的打拐，也不要被裁判老师发现，到底是这样。是的。OK， 那我们现在是怎么？对，要有运动家的精神啊，运动家精神是一定要有的。所以就算你处于落后，也不可以乱顶、乱冲、乱撞。对，好不好？那这个比赛的规则讲解清楚之后呢，我们是不是要准备看第一组的选手？对，废话不多说了。